我今日带大家去神话屋。我哋首先搭西铁去到天水围站 E1 出口，坐的士嚟到流浮山巴士总站，喺深湾路口呢个方向行入去。它是位于流浮山深湾路238号，走5分钟其实就已经到了。这里是一间动物友善餐厅，如果你有动物的话可以带它来吃饭的。多谢大家收看，下次再见。